金宝林门。财神爷，您在吗？您睡了呀？您干嘛？到阎王殿问阎王爷去。你又是谁啊？小皇妹，跟我走。追追。众爱卿，你们在此等候，朕要亲自入内拜祭。是陛下。给我站住！站住！走，这边。站住！站住！前面没路了。保护陛下！站住！别跑！追！快保护陛下！别怕，陛下要紧。愣着干什么？来呀，把刺客拿下！等等，那个不是冯家老奴之子严彪吗？你又是何人？陛下，奴婢是冯府的下人。我家主人受严彪诬陷，在离京之前就曾嘱咐过奴婢要留意严彪的下落。奴婢发现有人想杀严彪灭口，所以我就带着他来到此地，可没想到还是没能保住他的命。陛下，老臣为防他们对陛下不利，不得已才命令部下出手，请陛下明察。陛下，您可曾想过，如果严彪一直以来都知道这样的惊天秘密，为何要等到左相查获冯大人的香囊时才肯出来作证？这不会太巧合了吗？那你能告诉朕真相吗？真相就是，thank you.
我回去帮你找玉牌，乖乖在家等我回来。这个傻子。 陛下，贵妃娘娘的腹中确实已有龙嗣。你再说一遍，贵妃娘娘已有了两个月的身孕。陛下，在婉嫔宫中搜出了与冯贵妃宫中相同的篦子药丸，有数十枚，皆藏于密柜之内。陛下，臣妾宫中绝对没有此物。 定是有人栽赃陷害的，臣妾可以对天发誓。闭嘴！朕平时待你不薄啊，你要什么朕就给你什么，你还不知足。来人！陛下，把这个蛇蝎毒妇废去嫔位，打扰了宫。是。陛下，臣妾是冤枉的。陛下，臣妾是冤枉的。 陛下，老臣有话要说。陛下，罪臣亦有话要说。不是你，怎么？来人，赶紧把这个罪人抓起来！住手！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朕？陛下，不是您下旨将冯熙逐出京都，入城必死吗？现在他不但进了京都，还堂而皇之、大摇大摆的来到陛下面前，足以证明此人。 是藐视天威、狂妄至极。陛下，罪臣自知继任难逃一死，然姐姐蒙羞受辱，罪臣岂可为了苟活？将姐姐之仇抛于脑后了。今日是她的头七大忌，所有事情一并了结。 压入禅房，朕有话要问他。房源，金药，立起来。老臣知道，先有言标，后有婉嫔，陛下自然难以相信老臣所言。然而，这恰恰正是冯熙的奸计。 为何一直不说话？陛下，这些天来，朕一直满心自责，若不是臣平日至高义，不愿与左相同流合污，姐姐就不至于枉死。可是昨日，姐姐突然托梦，说姐姐在九泉之下。 最放心不下的还是陛下。此话当真，若有半句虚言，我愿天打五雷，红勇誓不得超生。那他还说什么了？他肯不肯原谅朕？真是，姐姐怨气难消。但他最大的心愿，是不想看到陛下被奸人摆布，为其所害。 怪朕的，是朕害死了他，也害死了他的孩子。陛下，冯熙，你休得这样巧言令色，用话术来蒙蔽陛下。陛下信也好，不信也罢。罪臣冯熙，死亦冤。冯熙为人诡诈，此人所言，一句都不能相信。 贵妃娘娘的案件疑点重重，不宜轻易下结论。不过，儿臣近几日在查北山范静一事，发觉内有蹊跷，极有可能与贵妃案有关。哦，说来听听。兵部尚书殷实呈报，
北山集结了十万大军，于离关外大肆屠戮。徐卢远同率大军火速驰援，可据儿臣的密探回报，北山的军队只有几千人数，并不似殷实所说的那么严重。所以儿臣怀疑，殷实与卢远同早已暗中勾结。可这事跟贵妃有什么关系？陛下，事情非常简单，这陆远同先是勾结殷实带兵入关，再与冯熙联合，借着为冯贵妃翻案之机诬陷本相，使朝廷陷入乱局，他们便趁乱谋反，直取京都。坐相，这殷实可是你一手提拔起来的，怎么会跑去勾结陆远同呢？还有殿下，你是不是哪里搞错了呢？当然不会。花儿，此为何物？这是京畿之地的兵卫布防图。近几日，儿臣的手下亲眼见到，殷实与陆远同的手下臧妃悄悄会面。这份，就是殷实献给陆远同的大礼。索性让儿臣先得到手了。花儿，这布防图你看过没有？儿臣当然看过。哼，方圆，啊，你看看左下角写的是什么？恭贺北山国王六十大寿。大印国左相方圆敬上。不，怎么会这样？这父皇，之前在途中并无这两行小字。陛下，这绝非老臣所写呀。朕是看着你写的字长大的，如果这字不是你写的，又是何人所写？算了，你别嫌弃我嘛，大人派我来定有大人的道理。虽然我武功不行，但是模仿别人的笔迹啊，我最在行了。快点，陛下，这一定是有人伪造老臣的字迹，老臣冤枉啊！陛下，左相，你这倒打一耙的功夫，莫非是跟婉嫔现学的吗？放心，这一定是你搞的鬼，你当着陛下说。是不是你，陛下？罪臣对此事一概不知，冤有头债有主，这图是从三皇子那儿拿出来的，来历也只有三皇子知道。你还敢攀污三皇子？你够了！来人，把左相方圆给我拿下。是。陛下，老臣对大印忠心耿耿，日月可见。陛下，再怎么样，老臣不至于沦落到我和殷实这样的货色合谋反叛吧。父皇，今日诸事怪异，待审过殷实之后再做决断不迟。也罢，传朕的旨意，兵部尚书殷实谎报军情，私通敌国，意图谋反，即可捉拿归案，送大理寺问审。左相方圆涉嫌谋害贵妃，叛国两罪，即日起禁足府中，等查明事情真相再做定夺。陛下，是千万不能相信冯熙呀。陛下不能相信他呀。你在九泉之下终于可以安息了。陛下，罪臣心愿已了，可以一死了。
冯熙，朕让你受委屈了。为了补偿你，朕即刻撤去你身上所有的罪名，让你返回京都。同时，朕要册封你为右相，代替左相，成为内阁首魁，统领六部。朕万死不能相报。在这里，其他人呢？冬月姐姐，我好想你，这些天你都去哪儿了？你疯了吗？为了一块玉牌，连命都不要了。若是你不开心，我留着命又有何用呢？啊，不对，陛下怎么让你回来了？他赦免你的罪了？你怎么能擅自回京都呢？趁没人发现，我们赶紧回去。我本来就是被冤枉的，陛下想明白了，自然就不会为难我呀。这一幕，你布置了多久？你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什么日子啊？今天是你我相识200天的日子。真是没得说，为了相识纪念日，竟然花了这么多心思。是啊，冬月姐有相爷这样的男人疼爱，真是让人羡慕。到了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他们俩怎么还在包着？哎，你说相爷为什么这么会哄女儿开心啊？我就不信了。你就不想我们吗？我看你们看烟火看得那么入迷，不想打扰你。你说什么呢？这是我们俩给冬月姐和相爷准备的。哎，你是不知道，相爷这次翻身可真是惊心动魄，绝地反击。嗯，当然了，也少不了我和紫渊的功劳。我们俩真的配合相当默契。前几天我们一直跟着阿彪，有好几次我都睡着了，还是紫渊把我叫醒的。可以了，你敲干嘛？别说了，配合默契，朝夕相处，还睡在了一起。当令，你听我跟你说，我跟陆川真的什么都没有，只是现在让我们去办事。发生了什么？你闭嘴！闭嘴！真的是这样吗？你不相信我？也不是不信，那你告诉我。我临走之前，你为什么把我的平安符换走了？那是因为……因为什么？因为他吗？
我不想再把你当弟弟了。你把话说清楚，不把我当做弟弟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自己心里不知道吗？你上次喝醉了，你亲都亲了。喝醉了。你不是说你那天喝醉了，什么都不记得了吗？我喝醉？哪天啊？就花灯节那天，你还说请酒楼的所有人喝酒那天，你忘了？原来你上次真的亲了我。什么叫上一次？难道还有第二次啊？就是那次，你吃小野的醋，你在回来上面喝得烂醉，然后。我要告诉你，我和弟弟的区别。然后耍流氓亲我。原来我们亲了两次啊！你是不是早就喜欢我了？谁喜欢你了？整理放完的烟花，怕有哑炮会伤人，你们要去吗？你自己去。你们啊，这么凶，去就去。哼。再见。丞相钦此。你醒了？我何时睡下的？喝点葛根汤，解酒的。喝酒了吗？岂止是喝啊，简直是牛饮。你胡说些什么呢？我怕你吃不惯下人做的早饭，亲自下厨为你做了点吃的。你还没告诉我陛下为什么放你回来了。这很重要吗？难道这一切从头到尾你都没有参与？不是你早就谋划好的？我天天跟你在一起，难道跟那些鸡鸭鱼肉谋划呀？我不信。老天开眼，才让我姐姐得以昭雪。你不信，我也没办法。啊，你去哪儿？上朝啊！再不去就迟到了。你的官服怎么不一样了？
我现在是右相了，自然不一样了。右相。我大概已经猜到了，贵妃案是冯熙一手操办的。不止如此，我希望你尽快远离冯熙，此人实在是诡计多端，防不胜防。如今他这样，只是为了自己跟贵妃平反，倒也情有可原。冬月，此事远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。怎么了？你看此物，荆棘之地的兵卫布防图。恭贺北山国王60大寿，大印国左相方圆庆赏。这份布防图原本是殷实和陆远通勾结的罪证，是我费力所得。我刚拿到这份布防图时，上面一个字都没有。图一直在御风阁，可不知何时被人做了手脚，这祸水也一下子引到了左相头上。左相他就算再蠢，也不会在这上面写上自己的名字啊。所以，这种技能为陆远通洗脱罪名，又能扳倒左相的一箭双雕之事，除了冯熙，我实在想不到第二个人能做到。发生的事情跟我前世发生的一模一样，冯熙变成右相，左相被贬，陆远同以清君侧之名发起战争。目前左相只是被禁足在家，还未被废，我们还有希望。冯熙一定做好让左相垮台的准备，我要回去找他。对，切勿冲动。他不会害我的，否则我就不会站在这里了。殿下，冬月先告辞了。冯熙，你还记得当年在竹明驿我跟你说过的那个预言吗？我位极人臣，左相倒台，但我却被陆远通杀死在竹明驿，是这样的吗？那你为何还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帮陆远通？你从哪儿听来的这些流言蜚语啊？那你回答我的问题，布防图上的手脚是不是你让卢川做的？布防图？什么布防图啊？少装傻，三皇子全都告诉我了。哦，你背着我偷偷联系三皇子？我，冯熙，你曾经答应过我，放下那些权谋算计，跟我一起过着粗茶淡饭的日子。既然你一开始就做不到，你当初为什么要答应我呢？冬月，我答应你的事一定会做到，但现在时机还未到。冯熙，我见过整个京都城陷入战火的样子，我求求你了，不要让左相倒台，不要让陆远同发起战争。就算这个世上的人都要死，我也不会让你死。而且你为什么不直接来问我而去找他呢？至少他不会骗我。那无话可说了，你去找你的三皇子叙旧吧。好，到时候不要怪我破坏了相爷天衣无缝的计划。
吃啊，少爷，你不吃没了，都让我一个人吃了。阿海，吃啊你。要不要再给你加俩菜呀？不用，不用了，少爷，够了。我说你哪来那么好的胃口啊？本相在朝中被陛下夺了相权，任由冯熙为所欲为，我在这束手无策。你倒好，狼吞虎咽，像个饿死鬼，你简直就是白吃饭桶。相爷莫急嘛，您看，毕竟那些证据全都是伪造的，这终有一天会还您个清白。您别气坏了身子，是不是？爷，您别生气了，我给您加块肉，好吧？咱们一块吃。来来来，来爷，您吃吧。相爷，相爷，您没事吧？什么人？刺客，快抓刺客！还不追？一定是冯熙干的。刚上位便猖狂至此。相爷无需担心，从今日起每天12个时辰，属下会派人在这里轮番守着，此事绝无二次。好，听着，凡有可疑之人接近相府，一律格杀勿论。是相爷。你还在这等什么呀？快抓刺客去！恭迎右相大人。把门打开。本相要单独问他话，你们都下去吧。是是。冯熙，你不是已经……你明明被陛下逐出了京都，如何成了右相？朝堂的局势瞬息万变，岂是你这种鼠目寸光的人能够预料的？是你告发了我。非也，是三皇子说你跟左相勾结北山国王，意图谋反。我与左相勾结，简直无稽之谈。我也很是疑惑。可是三皇子呈上的都是实证，我也不知缘由。既然你是右相，那么替我脱罪绝非难事。难是不难，可我为什么要帮你呢？冯熙呀，冯熙，我们可是一条船上的人。如果我把你和我倒卖军械一事告知皇上的话，你猜会有何事发生呢？今夜本相自会派人来救你，安心等待吧。不要担心，殿下，我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你太累了。我总觉得冯熙在密谋什么，到底是什么呢？殿下，有人夜袭大理寺，劫走了犯人殷实。什么？
你现在已经是自由身了。你们就把我扔在这儿不管了？那你还想如何？你们先送我回府中，接上我的妻儿，再送我们离开京都。殷大人，这个家我劝你还是不回为妙。什么意思？这怎么回事啊？我都叫你不要回来了，你偏不听。是谁干的？告诉我是谁。这是什么？你看，殷大人，你认识这个徽记吗？左相，你和左相涉嫌叛国通敌，他先把你的家人拿住，自然是怕你在会审的时候说出什么对他不利的话。方圆这个老匹夫，竟敢动我家人！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他。有恩有怨，你们自己解决。我的事情已经办完了，先告辞了。慢着，还有什么事？你能否助我讨回妻儿？要多少金子？一切好谈。你给的金子，难道冯大人给不了吗？那你想要什么？算了算了。好人做到底，送佛送到西。就算我大发慈悲的通融一次，不过你可千万不要告诉冯大人，我多管闲事。当然。启禀殿下，我只见他们带着犯人往那个方向跑了，其他踪迹就没再见过。接着找。是。殿下，有血迹。顺着血迹追。追。是。快！你干嘛？你就这么进去，左相非但不承认劫走你家人，还会把你也给拿住，扭送大理寺。如今左相也是戴罪之身，正想办法减罪呢。那你有何办法？这样吧，我从正门进去，直接拜访左相。你穿上我的夜行衣，从后院潜入，尽快找到你的家人。好。有刺客！快去通报县爷，刺客中箭，把他抬过来。是。看看什么人？殷实啊！不好，中计了，先抬进去。左相，把人放下。殷实死了。左相，你如何解释？殿下，老臣禁足期间，常有黑衣蒙面刺客潜进我府，屡屡的威胁老夫的安全，无奈之下，老夫才下令加强府内防范，却没想到，半个时辰前，大理寺的官兵亲眼所见，是你的人从狱中劫走了殷实。不可能，我的人全都在府中，没有一个出去。可我们从大理寺一路沿着血迹追至府外，一定是有人使诈来着。